冲破浪，勇于追梦，我是陈梦。然后陈梦旁边看看这地洞啊，这地洞旁边有的，这就是今天的店长。Hello， 我是 Jun 啊，我们这边是 Deck Out Trading Cards， 我们是在USJ 刚刚开的一个新店来的。对，哦，所以是平常几时会有的玩宝可梦卡牌的 ？OK， 所以我们是每个拜六跟星期三的晚上。我们会开，我们有比赛啦，各位谁要 who is interested， 你们可以上来玩啦。对，最多可以放30多个人啦，就在后面这里啦。好，你们可以看到吗？对，看到。So all the way to the end 啦，好，看到吗？所以位置是蛮大的，即使是没有搞比赛呢，你们也是可以 come up and play one， just to play for fun， 你们要玩爽都没有问题。哎，这次的新开的卡店呢，还有冰城的朋友从冰城下来这边 KL， 嗨 ，Hello， 叫什么名字？我叫汉泉，汉泉，对，平时叫我阿汉啦。OK， 然后觉得新店如何呢？今天的比赛的确是很精彩，都看到了对手中他们玩的那个卡的那个叫什么 strategy。都有各自的吹的气啊，对。OK， 谢谢你江大老远都跑来这边支持哦。当然，谢谢你。